边都给我们把这个地边给收拾了，收拾这个沟，都盖上这个盖儿去了哈。一，啊，太太，你太太，好个得了，我给你去弄饭。好。这不弄啥了？看着点儿。可以。是这样的。啊，没多少米饭，你就先喝点汤吧。喝点汤，你们吃块面包吧，好不好？面包行不行？这面包行不行？啊。吃块这个面包吧，你尝尝。啊，尝尝，你尝尝，好吃。妈妈昨天吃了，可好吃了。干嘛？你看，面包就是它，好吃。你喝汤吧，妈妈不用喝汤。这是。好。别撒盐吧啊！你刚才对我撒了，刚才把糖没看见，你这要撒了。我前天接着这碗。压力大，咋呢？好吃。接着玩啊，你别给我拉衣服上。女儿吃饭先给她换了个衣裳，别把那衣服弄脏了。小手轻轻拍拍拍，好好吃。啊，好，先放着吧。好。打不开我就给你打开。能打开，慢点啊，别撒了。哎呦，好，打开了，真棒啊！打开了，那真棒。好，少拿几个哈。又咋的了？啊，没关门呢，帮我关上门，谢谢你。好了。好，少拿点给小鱼哈。好，给小鱼呢。啊，这个叶子放进去了。哎呦，等我拿出来，不要紧，你喂吧。少给小鱼点哈。小鱼吃了肚子疼太多了。好，行了，够了。好。阿西。阿西，那好，再拿点给这个小鱼。你也少拿点哈，不能拿太多。好啦，好，行了，把口。小鱼吃吧。吃啦，都吃完了。好，行了，放起来吧。吃了，都吃了，小鱼，好，小鱼饿了啊！哎呀，又开始睡着了，小宝宝，哎呦啊，小宝宝，爸爸，又得抱抱呀！妈妈，书包拿去了，这叫让妈妈抱抱。你的书包不是妈妈的书包，哎，你的书包，你上幼儿园的书包。哎呀，小宝宝，早晨起来你告诉我，上幼儿园累了，哎呀妈呀，上幼儿园累了，你天天上幼儿园玩，你还累了。小宝宝啊，睡着了，小宝宝。睡着啦，睡着啦，哎呀，你看看我这只无花果，你看这些，你看里边这些，就是有点小哈，摘一摘都能吃，虽然小点好吃。你看，哎呀妈，这小的，还是很甜的，又软又甜。那天我看有一个评论说。有个朋友说我太猛了，无花果连皮都吃，这皮好吃。还有个人直接讽刺的就说，哎呀，你们家什么软的硬的生的熟的脏的都吃。你可能跟我们不是一样，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从小到大小的时候就来地里边摘了就吃嘛，不会说是还有点洗洗啊就咋咋地，小时候来地里边摘的黄瓜摘下就吃啊，葱什么的都吃。我这棵橘子树咋尴尬了呢？咋的啊？怎么尴尬了？你看看怎么这个样儿啊，摘了这一小盒啊，你再看看这些，估计长不大了吧，又长得很小很小的，这些呢这能长大吗？估计够呛。我前一段时间我刷过抖音上说，这个花，这是不是叫加拿大一枝黄花？说这个植物很不好，就是有了它的地方都会被它占领，咋咋地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啊。我看见这里真的是满地都是这花，繁殖能力挺强的，说是。你看我们以前在这上种的这个杜鹃花，好像都干干了，就剩这么一个了，都长包包了哈，长鼓包了，快开花了吧？再过几个月吧，应该哈。你看，杜鹃花哈，这个叫我们叫王八叉子。
叫王八叉子，不知道大家都叫什么名字哈、啊。这个就愿意往衣服上粘的这玩意儿、啊、哈，这现在还没长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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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功夫差这么多。哎呦，还有个大蜘蛛在这里。我是想过来拍拍这个，这个哈、啊，对于这里好像日语叫拉条，就是它里边是个小蒜儿，能腌咸菜。你看这小花开了，还挺漂亮的呢哈。这是它有点像韭菜吧哈，像韭菜花一样。啊，山口把机器什么都开在下边来了，上边可能占地方，开在下边了。树割完了哈，怪不得这个橘子不行，这橘子被虫子抠了。你望这是，这里边有虫子了，把橘子给抠完了。你看这橘子每年长这么多，山口还说长是长多了的原因，是被虫子抠了的原因啊。弄啊，哎呀妈呀，快抠弄回家吧。哎呀，看这橘子。有点臭臭了哈，有点干巴了，好像酸吧，我记得这个橘子有点像下雨了。你听听这个声音，嘎楞嘎楞的，是山口把那个咖啡那个易拉罐挂在这里。下雨了，你看有太阳还下雨。看看哈，我们家地边这个是我们家地哈，地边你看这个政府部门都给我们把这个地边给收拾了，收拾这个沟都盖上这个盖儿去了哈，以前都没有盖儿，容易掉进去，车也是不能靠边跑。这是我们地边上对边这个老大爷家，这地方也都弄上水沟去了，免得路上的水流到他家水稻田，是不是？你看弄的挺好的吧，干干净净了。看这个路中间也给弄了一个水沟，这样的水就不至于往下边流，这样是顺着这个水道都流这里边去了哈。你看，哎，弄得真好哈。嗯，以前都是这样的，都多少年的哈，又老又旧的，现在把这个都挖的宽一点，把这个水泥的这个玩意儿，把水泥的这个东西，它是个 U 型的，放在这里边的哈。然后呢，再加上这么一个盖儿去哈，这挺贵的啊。我记得山口说过，就光上面这么一个盖儿，好像就得1-2000日元，这个人民币可能得个180块钱这么一块儿吧。这把饿了呀，妈妈一点点哈。哎呦，好，吃吧哈。哎呀，妈，奶奶。啊，我们奶，先讲我们奶先讲。你好好吃吧哈。饿了，先给他弄点吃的吧。这个在超市买的，用豆腐做的面条，好像是，里边是豆乳，哎，味道挺好的。这家伙还爱吃面条，嗯，把筷子弄齐了他，啊，放嘴里边得钱了，哎呀妈呀！我闺女也吃饱了，我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，加了一块米饭，我就这么吃点行了啊。我老公回来得给他整点，先吃饭了啊，吃。现在7点了。那天在超市有买了一包海虹，不点儿哈，加点菠菜鸡蛋汤。我看看你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看看你弄的，哎呀！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。嗯，哎呀妈呀！今天是背了个小书包，拎那个小书包呢。りひなちゃん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你看这谢谢呀，你看开这路呢，我听啊。嗯。啊，勉强学的。啊，勉强学的，加马赛的，爸爸。谢谢，点儿上都在那块等着呢。小猫，你得画小猫嘛，好好画完啊！哎呀，真棒！真棒！裤子还穿个反的，光那是能穿个反的。哎呀，再写写呢。画你画的小猫啊？这是你画的小猫啊？哎呀妈呀，这是哪个甲骨文呢？啊，你画的呀？好，真棒！那，哎呀，江会写写呢，会画画的呢。你看看，呀江可会画画了，画的可好了。ありがとう。来是呢，哎呀，啊，一起尝尝，来一起尝尝哈。我那看看一拍一拿打开到啊，几口就啥个事呢？嗯。那个塔贝塔一头干呢，哎呀。我大的。啊，给的好啊，哎呀妈。尝尝。
啊，尝尝啊！哎呀妈，就做了什么了吧？就想好到让你一个妈妈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呢。好，慢点吃啊，甜甜吃，对不对？甜一点啊。甜甜的。好，我甜。爸爸，甜甜。好，都甜甜啊，我们都甜甜吃啊！哎呀妈，就什么了，就想吃点东西，就是不知道吃点啥呢。那你冰淇淋，甜筒。那你要巧克力。嗯，巧克力少吃点呢。我吃。蹦蹦的。爸爸，我吸。嗯，谢谢。嗯，我吃的。少吃点，别大口大口吃，慢点吃，先咬着吃就行了，不用勺子挖。啊，快快快拉，快流出来了，快吃快吃快舔舔。咬着吃就行，这个地方咬这个地方好吃，咬，哎，咬一口。哎，对，咬，连外边那个地方，连里边的冰淇淋一起吃。看这个嘴吃，你看这个嘴吃的，哎呀，嗯，一二三，哎呀，打开了，好，打开了呢，哎呀，打开了呢。他爸吃了两个冰淇淋，他看见他爸吃了两个，他也想吃两个，没让他吃，再给个果冻行了哈。你看这个小嘴吃，我看看你的嘴。慢点。啊，还用勺子挖呀？哎呀。慢点啊，接着，哎呦，对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小青蛙，哎，还，小青蛙跳，啊，就这样，小青蛙就这样跳啊，跳，你这里边，里边有个那个什么卡伊鲁，说到你吃的对，对。妈，太的。哎呦，啊，我要路干哪哭呢？快点吧，拿走。对啊，爸走，拿走了，拿走。啊，丢出去了。啊，不害怕，出去。考哇伊啊。嗯。小青蛙还考哇伊不考啊？卡哇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对它跳，多可爱！你看看在不在呢？你看，哎，在不在？哎，哎呦，那小青蛙可爱，不害怕。看见啦。拜拜。小青蛙，爸。小青蛙呢？不害怕。救牛。啊，救牛啊！用救牛啊！嗯，好。不用救牛，妈妈拿水。爸爸。啊，妈拿点水就行了。让他爸给我接点水。不理解他闺女意思，他闺女说妈妈给牛奶，他意思要给妈妈拿牛奶，他爸就以为说他闺女要牛奶，让爸爸给倒，让爸爸的，爸爸。牛奶，妈你米子，多少米子？牛奶哪有？哎呦，谢谢你，一南江，谢谢一起倒啊，嗯，好，我喝点你的去找爸爸，我喝完就找爸爸给妈妈倒，行不行？快倒掉。宝宝你们能看见你可能看看。